走了2000多公里，这几个大佬说带我见世面。哎，大佬们精神哦！在这个门口不要说大佬两个字啊！在这个门口千万不要说大佬两个字。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下餐饮的超级大咖。哦，千万不要说大佬这两个字，我们是小弟。我们这个前辈不单单是我的偶像，也是我师父的偶像。真系我哋嘅偶像嚟嘅哦。我从打荷的时候就在看麦总的视频了。那我们一起去拜拜一下鲍鱼王子麦总吧。我们今天也很荣幸，也很庆幸来到我们这里麦总这里啊，去听麦总去教导学习教诲。他作为我们个现代的年轻的餐饮人，一定要把我们的前辈的精神还有这个文化要传承，要延续下去，共同创造新生代的一个餐饮文化。加油毛丹旭，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。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有